自己看自己看啊，我这包里面有好多夹层啊。怎么啦？你到底看那么久？不认得。好，各位，接下来从观察表情，你觉得这六个人当中谁有可能是本场的卧底？因为你来过我们这个节目，知道。我觉得陶子老师是。桃子姐，六个人当中抽一个哪有？而且那么走运，第一个抽就对抽，第一个就抽中卧底啊。我个人觉得一博好像感觉有点小不对，对不对？你看一博平时站得很稳，你看他现在在踱步，我是吗？一直在踱步。颖儿，你觉得？我觉得一博。一博。因为我看了其他期的节目，平常他是平民的时候，他就是置身于外的感觉。置身事外是吗？今天就感觉他一直在笑，在踱步，还很害羞的样子。钱锋，你觉得？我觉得不是一博，不是一博，不是，对。我觉得不是一博。如果我再说一博的话，这期节目就完蛋了，完蛋，完蛋，完蛋了。啊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真的，真的，他有点红。真的吗？不可能。啊，一博，一博，你觉得？我觉得就太好笑了，为什么大家都说我？你现在的耳朵比嘴巴红，你知道吗？好热。对啊。一博，你现在连喉结都红了。我。